Hello, Major Law。Hey, 你好。Hey, 我看到你帶了 Cadet 來做 exercise 在 Aberdeen Center。是啊，沒錯啊。其實呢大家都知道下個禮拜日11月11號呢就是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， 就是紀念加拿大無論在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呢都派了很多軍人去海岸那裡作戰的。當然有很多人呢因為這樣的原因呢就是犧牲啦，為國犧牲啦，所以我們特別紀念這班為國爭光的軍人啦，所以我們就是每年11月11號呢都有這個 Remembrance Day Parade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我哋2381加拿大陸軍少年團咧，就出嚟咧，就係、是、就係呢樣嘢咧，係做一啲好有益嘅事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將呢啲紀念軍人嘅嘢咧，係賣出去啦。咁希望紀念軍人嘅。咁我作為呢一隊嘅指揮官啦，咁我都出嚟睇一睇佢哋做成點啊，為佢哋打氣啊咁樣。係，我見到你哋有啲 cadet 喺八八半中心添喎，係嘛？係啊，除咗呢個八八半中心之外咧，我哋喺呢個時代坊亦都有嘅。哦 ，OK。咁因為想俾多人認識呢一個日子嘅重要性啦，咁啊希望佢哋可以作出少少嘅捐書啦，係俾呢個退伍軍人嘅咁樣。哦 ，OK， 好啊，辛苦曬喎，多謝曬。多謝。OK， 拜拜。